今天出台北市原创能量的松山原创基地节，请了 SHE 来代言。三个女生对台湾的文创多彩多姿赞叹不已。在展场当中呢，北艺大的学生他们创造了一个白雪纷飞剧场，小朋友看傻了，全都玩疯了。SHE 为松山原创基地节代言，他们共同涂鸦，又把字卡给打上。 他们也赞叹台湾文创服饰的奇妙，把所有的主角拆解，甚至不只是衣服，还有一些配件啊，他们也都有利用到，就真的很厉害。松山文化园区散花下的台湾蓝染布料是文创的精神。大面艺文活动海报是心血结晶，小女孩对颗颗粒粒雪白纷飞提出疑问。 暴风雪完成了游乐场，这是陌生的北国经验。经过城市图像的回廊，艺术市集有电影可看，有台湾早期复古小吃摊，还有首创达人。墙上名人也出自这位摄影师之手。这每个图章都是花莲的景观。 还有花莲在地手绘地图笔记，是一些花莲复古的地图制作成的笔记本。四大展区让民众可以逛得过瘾。